来了不少人，是楼上楼下十几万人啊。啊，哪有这么多人呢？有十几个姓万的人啊。嗨，来是干嘛来了呢？听于谦。哪儿啊？听相声。相声好。是抨击丑恶，火香正气。怎么还有药啊？这里呢怎么说？弘扬正气。弘扬正气。对，有人说了啊，相声低俗庸俗，嚯，这是错误的。那不对，这是真正的阳春白雪。阳春白雪。阳春呐，过了北辰没多远就是。嗨，他可没到廊坊。行了行了，就别说了。阳春白雪。阳春白雪。对，好啊，好好的干。哎，错不了。我谢谢您，这么些人支持你呢。对对对，有发展。哎，当然了，多看书啊，多学习，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。那一定，那一定。相声演员嘛，啊，从小学艺的居多。是，他没有按部就班的去上学，幼儿失学，他跟我们是有区别的。我们这个上完大学的，然后搞学问呐、做研究啊，跟说相声的不一样。哦，啊，您还上过大学？对，我喜欢念书。哦，我也喜欢看文章。是是，我也喜欢上网。哦，我对您我很关心。是吗？我有时候在网上查您的资料。啊，网上有我不少的文章。我还上过你的嫖客。您还上过我的嫖客？对，那咱得另干姐们了吧？这个博客知道吗？胡说八道里的废话，上博客，上过博客，哎啊，不，博客看过您写的东西。是，我发现网上好多人都点你，怎么这么别扭啊？这句话，好些人都点我。对，啊，那您告诉他们，我不出台。导致你的客户都不满，这谁说的？没有您这么说话，您这太简练了。点击，点你就是点击。这个，这讲不清楚了，这是讲不清楚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太乱了，这个。你说什么说点击率？您不知道吗？怎么还绿呀、啊？不绿，这你就看这个没上过学的人，他跟咱们怎么比？就行了，我们这个上过大学的人，侃侃而谈，就没上过学的人，他就是素质不一样。这么些年，我们搞这些个学问，我们当然是这门也是很寂寞。哦，那搞学问来说吧，他首先说，不，你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啊。是那个，您还上过大学？对啊，哪个大学毕业的？搞学问这些年来说吧，确实不容易。没理我，外界的繁华你看不到。不是，你要一心一意。咱不说繁华，咱先不说繁华那个。哪个大学毕业的？搞学问这些年吧，我们也确实是很辛苦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要没问您辛苦啊？我问您话，您得回答我。哦，你说是那个？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该我了。您说吧，哈。搞学问这些年吧，你要他搞学问，他不是搞破鞋，你知道吗？废话吗？这不是，我们先搞学问啊，后搞破鞋是吗？不是，然后也搞学问。您就别说学问的事，我们以搞学问为主，搞破鞋为辅。你这讨厌，你这人，您说的，你说话很肮脏，你知道吗？肮脏啊，肮脏！哎呀呵。我就想弄清楚这事儿，您哪儿学的呀？您这看出来了吧？啊，说相声人的素质很低下。怎么低下？他嫉妒能人呢？怎么嫉妒？他瞧见人家上大学，他恨呢。他没上过大学，那他心里其实也想：哎呀，我上大学多好，是或者我爸爸上过大学，我多痛快呀、啊，是吧？别往那么说，行不行啊？他看别人上大学，他嫉妒。你甭跟我弄这套，你一张嘴我都能看见你内裤上的花儿。哎，哎呀呵，知道吗？跟我弄这个，我这人太直爽了，我这人。我告诉你，做人要有一个
很平和的心态。我没不平和，人要大度一点，别这样没意思。我怎么了？自古常言说的却好啊，海纳百川，又人乃大，知道吗？哪有这话呀？这心胸宽。别说了，有人乃大，您说点黄金甲知道吗？做什么脚啊？跟着你太肮脏了。这甭肮脏了，你篡改这些个名句。还名句？海纳百川，有人乃大。有容乃大了，有容乃大，无欲则刚，这么句话知道吗？有容乃大啊。有容是谁媳妇儿？哎啊，非得是一女的是吗？男的怎么能乃大呢？我把您这接着问出来得了。讨厌，你太肮脏了，我讨厌了，太讨厌了，我这个做鞋了，谢谢大家。谁谢？什么谢谢？到底谁的大？谁也不大。你讨厌？有容乃大，有容有容人之量还好，这这么句话。有容人有量，有容量，容量大。讨厌，你说这个。咱们说点这有学问的话行吗？你说的我都饿了。哎呀呵，我还真没想到您一直吃到这岁数。太好了，谢谢大家的鼓励。什么呀，这没羞没臊了，您这人都。不是你这不是探讨吗？咱们俩研究吗？是啊，咱说这说乱了套了。就是我跟你怎么探讨什么胡说八道你的都是。有容乃大，说准了吧？有容乃大，对了，行吗？啊，行，这完了吧？什么就完了呀？搞学问的这些，别说你别往下，还没忘哪儿啊？废话，问您哪大学毕业的？你管着吗？什么就管着问？你这记性也太好了，你啊！不是，咱问话聊天吗？就是我们那个大学嘛。是哪大学呀？很重要吗？不是问了吗？可不是很重要，都想知道。这不就结了吗？是啊，那您说呀。啊啊，可以呀、啊，说吧。我就是那个清华大学的，那就在划过去了，到您很多我们的同窗。什么同窗、啊？就在学校，我们一块儿。别说，没听清楚哪大学毕业？你这耳朵有毛病了？你嘴有毛病啊？哪个大学？可以呀、啊，说呀。我是，我是清华的。这个有枪毙的罪过吗？我是清华的。清华池的吧您？你很讨厌啊，你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。我没不平和。还不说那个、啊、对对，千万别说了您。我们学校是有澡堂子。是啊。不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上面学校看看去，是客人来了，对，访客来了，上面学校研究的老师们来，他可以脱了。但是我们必须要穿一裤衩。对，嗨，明白了，您是搓澡的是吗？讨厌，清华池不是我在池子那边，我是烧锅炉，锅炉就往后一点嘛，倒脏土，土块，你老没是池子，躺下，干嘛？我弄不死你的，躺下，这就要搓呀你，我借个盆我泼你。您这工作就这么两道程序，你怎么跟大学问人说话呢？大学问老抄毛巾干嘛呀？您这个。直接的说不下来，你这是谈不妥吗？您倒说点学问的事儿啊。可以啊，你遇见我了，这是你祖宗积德了，知道吗？我都羡慕你。怎么了？你这么年轻就认识我了？我倒没这感觉。你心态不对。怎么不对？知道吗？遇见我了，这就是高人。您有不会的可以问一问，我给你讲一讲、啊、长知识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知道吗？您这可全是低处，知道吗？就我，你只要一问我会多少，我绝不保守。我有多少，我哇！要要问去，我都你接着，你接着，我不接着，我热热乎乎都是你的。行了，这你弄家走，真的行了。您这学问太脏了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别说了，你应该上进。我是年轻人、啊，你是清晨两三点钟的太阳啊，知道吗？那我还有点亮没有了？要上进，没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您这人兼职太多了，知道吗？还干点什么不干？我你怎么你看见我你都不崇拜我？我干嘛崇拜？你怎么都不哆嗦呢？我啊，
我搓澡的哆嗦什么？不是你，哎呀，我要是个娘们早爱上我了，真的。哎呀，嗨，您太自恋了，知道吗？你有个不会的，你问一问我，问当面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咱两个人好好我们探讨，对不对？别搓了，行，泥都下来了，探讨一下嘛。您说您会什么呀？我天文地理、一不星象、自然植物、历史地理、生理卫生，这都行，知道吗？啊，还有生理卫生，这都会。诗词歌赋、古典文学，什么叫唐诗，哪个叫晋字，什么汉朝文章，什么叫瓦匠，是吧？对吧？车工、修工，这我不学那个。嗯，讲一讲唐诗的来历，对吧？不用。唐诗和糖尿病的关系，这怎么回事？没关系，唐大夫对吧？没有关系，这个对吗？哪儿就扯上关系？就是。那您就讲吧，我问问您啊，诗词歌赋，咱们说说吧。学那玩意儿没用啊！你说一句话解决你心中的疑惑。解决什么疑惑了？你这辈子不问了，学那玩意儿没用。您就这么教学生啊？就刚一问您就学那玩意儿没用就完了？可以啊。什么可以啊？嗯，您得细讲一讲啊。细讲一讲，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。您给简练。我们单讲这个诗，我们就最少得一个钟。你如果再听一个钟啊，再听咱们再加钟。行了，您是按钟收费的呀？40分钟吗？一堂课吗？哦，那没准您还真上过我的嫖课，我跟您说。于谦乃大。你去。有谦乃大。也没有，哪有这话呀？不是，就说这个意思嘛。您是您就单讲戏。单讲。哎。唐诗嘛。诗。必须要诗。怎么甘蔗错不下来。哎呀。还是搓澡吧，这诗是一种文学载体。蒙出一句来，这就可以了吧？什么就可以啊？就说这么一句就行了。诗嘛，你诗就是那个几句几句，就是咱们总说几言几言的，对吧？几言的那个绝句，那个东西都绝句，绝句，绝句嘛，对吗？啊，一言绝句，你这个一言绝句，一言绝句，归了包堆四个字儿，我们看什么呀？你看有容乃大，哎，对对。咱别提这个了，行吗？啊，一就是几言绝句都有吧？是。唐诗这诗太多，你不用都学，你背背来。啊，没有那么会一首走遍天下，会一首背着啊。会哪首？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我叫郭德纲。哎，嗨，有人一问你就说这个，多露脸。我说这管什么用？不是我名字，改把它改了。怎么改啊？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郭德纲。对，活学活用了，占便宜。打一个比方。打一个比方，词呢？词是一种文学载体。您就会这一句吧？词牌子吗？有那个《西江月》，就不用上口了。这《西江月》《念奴娇》啊，《山坡羊》哦，《浣溪沙》十八摸啊，词牌子里有十八摸。跟我们那儿烫完了，上来就有这个。哎，对，您不是洗浴中心带的东西。诗词歌。歌是有节拍的东西，它是有节奏的文学载体。举例子，对，你看，毛主打我这进街来，一街两厢好买卖，也有买，也有卖的，也有幌子和招牌。您还要过饭？我们不要饭啊，我们要钱。一样是，这就是要饭的东西。诗词歌赋，赋啊，就是我。什么就是你啊？你唐诗白背了？怎么背啊？我爸爸郭德纲嘛。对。咱不说这个行吗？您这文学占便宜没有？赋是一种文学载体吗？你还有点别的没有了？它本身是一种，就是长短句，它不一样啊，哦、字儿字儿不一样。不像咱们作诗，这小说四个字都四个字，六字都六字。是啊，它这是这句4万5千字啊，你这就俩字儿。嚯、哎，就是有4万5千字的吗？就说这个意思，说这意思。我们有一个师兄弟，谁呀、啊？徐志摩。哈哈。徐志摩是您师兄弟，你听这名字就是我们学校的。怎么呢？志摩，有志于按摩事业。对，嗨，别跟人胡写是行吗？志摩写的那个多好啊！有，会再别康桥，我还真有这诗，多好。嗯，轻轻的我来了，啊，正如我轻轻的走了，哦，我轻轻的挥一挥手，嗯，搓掉你身上的尘土。对，哎呀，您不还是这点专业吗？您这个。这给讲清楚了吧？几句话啊？清楚什么了？诗词歌赋没有咱不会的。哦，什么叫古典文学？了如指掌，他全知道。翻译的小说，嗯，现代的散文，嗯，四大文学名著，在我心中上下叨叨翻腾，
我吐点给你看看。别去别去，糟您东西了，您这睁着点，我给你。我撑什么呀？我你看，还四大文学名著，倒背如流，还倒背如流，正背也如流，倒背也如流。四大名著拿过来，从头一篇啊，啊，再版前言到最后定价刊物表全能背。你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的？我给你背一遍，背一遍，你听这个对的啊。啊，我再给你背一遍错的啊。啊，要不我先给你背错的。哎，那对的您不会是吗？要不我就给你背错的吧。这也只能背错的吧。四大名著。行了，嗯，您也别背，您给我们讲讲嘛。嗨，学那玩意儿没用。又来了。嗯，不行，您得说出点什么。都知道还用我说吗？那你也得说呀。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啊，三国、水浒啊，哈利波特。郭德纲相声选，嘿，还有郭德纲相声选，对，那藏秘排油那说明书有吗？藏秘排油，我挣完钱就忘了。好啊，哦，那就是我刚才说错了，当然，这四大名著没有郭德纲相声选，是有这藏秘排油，没有。四大名著没有，有这没有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藏秘排油，那就是三国水浒跟哈利波特，也没有哈利波特，就三国水浒啊。那这俩怎么算四大名著呢？你不识数你啊。废话，俩您没说后边，我问你几个四大名著，那就三国水浒藏秘排油哈利波特，没有哈利波特，那有藏秘排油呗。你真不白拿厂家那钱啊，我告诉你，你非给这搁进去是怎么的？不是，眼睛就在这儿有，就没有这个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哪有减肥吃就是排油的东西呢？我没让你解释这药理，知道吗？啊，没有藏秘排油，没有你买去，谁拦着你？哪儿买去？都下架了，你这玩意儿抢购一空了呢，这是没有啊？见好听的说呢，不，你有没有啊？没有藏秘排油，没有藏秘排油啊？对，就三国水浒哈利波特，也没有哈利波特，也没哈利波特啊？是三国水浒红楼西游，这完了吗？对吗？对了。对了，啊，哎呀，对了，哎，嘿，您蒙上来的是吗？没想到啊，三国、水浒、红楼、藏秘西游，对，没嘿，这错没有，干嘛非加藏？你不刚说有，你又说没有呢？西游，西游，谁说西游排油吗？你听不懂人话呢？我就不够跟你们着急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做了病了是怎么着你？我做了代言了，呀，哎呀。谢谢大伙。什么呀？是我一人给一盒，哪儿就给一盒啊？你怎么回事？您这怎么了？这是满嘴里全是这个？没说这有没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这藏秘，没有藏秘啊。西游记，西游记啊，啊，三国、水浒、红楼、西游记。对呀，西游记上面还有行小字儿啊，唐三藏的秘密。对，藏秘。哎呀。我告诉您有点亏心了知道吗？我亏什么心呢？我废话，你老提他干嘛？你说四大名著四大名著啊，三国、水浒、红楼、西游。西游没有藏秘，你叫西游记啊。西游，西游，西游啊，啊，四大名著。是啊，行了吗？这你痛快了吗？我痛快管什么呀？这不接了吗？对吧，啊，都知道啊。三国这还有人说吗？说说三国，啊，泰国、韩国、印度尼西亚。行了，刚果布拉柴尔，行，他哪儿啊？啊，哪儿那么长的名字呀？都四国了，您这个有一个备用的吧？干嘛呀？万一你给 K 出去呢？我干嘛逮什么 K 什么呀？哈利波特你还给 K 出去了呢？这藏秘排油我还给 K 出去了呢？哦，那就是短了，那就是短了。什么短了呀？啊，那一个都没有。您说，你说这三国哪儿？三国魏蜀吴，这里边还有河北省的方言呢。哪儿河北省方言？我这说三国，他这魏蜀吴，霸县的这是啊，这那唐二里来的这是。这文安县，文安哪儿弄出的？温南，甘肃吗？别说了，魏蜀吴。哎呀，哪儿还弄出这么一疑问句来？还魏蜀吴？他刚说魏蜀吴，你对吧？什么呀？绝对霸县、文安、雄县那块儿。得了，绝对魏蜀吴。魏蜀吴这么三个国家，三国呀，魏蜀吴，这太像了，这太像了。别琢磨那个，你那个嘴有毛病，琢磨点正事儿。有毛病，你这嘴，你嘴太舌头太肥，真的，你说话不利索。你来点藏秘喝吧，别提这，一喝就好。还推销呢，你。嗯，三国啊，魏蜀吴。对呀，其实大伙儿最熟悉像刘备，哎，关羽，
这不完了？张飞啊，桃园三结义，你瞧，哥仨一头磕在地上，跟亲哥们似的，那就对了。站起身来，哥仨保着唐僧西天取经。嗨，要我乱了，《红楼梦》有这段啊，爷儿四个骑条鼠，嗯、啊，还有《哈利波特》呀，这里猪八戒抹平大肚子。哎呀，这。全查到一块儿了，您这会的太多了，是别说这个了。对不起大伙儿啊，这三国我闹不清楚了，闹不清楚。没事，就说这么闹。当然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实话实说啊，说点实话吧。你看这个，包括《红楼梦》，您要说我研究过吗？咱们也研究过，啊，但是没研究透，还不懂，都不如于谦的媳妇研究的透。嗨，于夫人，大伙儿没见过，漂亮着呢。说这个，好看、啊，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我觉得嫂夫人能撑得起。跟四大美人相提并论，哦，哪四位啊？貂蝉，哦，苏三，杜十娘，归了包堆说仨里边还俩妓女，梁红玉，那也妓女从良的呀，这是。那把貂蝉拿出去，把嫂子搁上吧。别偏了，凑四个嘛。你光凑四个管什么呀？这个不是，我就想形容一下，嫂子漂亮，好看，还能写字，还能画画，是色艺双绝。别说这色艺双绝干嘛呀？京中头牌，您这别这大才女，行了，大才女，您这都不是形容良家妇女的话，知道吗？嫂子按照《红楼梦》的笔法、啊，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，嗯、啊，写了一个《红楼梦》的姊妹篇，叫什么？《青楼梦》啊。我媳妇干什么工作的？这是，后来这书不让卖了。那是再版之后换了个名字，叫什么了？我在潘庄的日子。对，去。您这叫胡说八道，知道吗？没买着这书，不让卖了。是，你老去那地方，那地方不让卖了。嗯，这个我没有研究，《水浒传》于老师有研究。我喜欢这书，于谦天天坐屋里看《水浒传》。是，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。108元好汉、嗯、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对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多好这书。祖父看着一推门，嫂子进来了、啊、哭的眼跟烂桃似的、哦、怎么了、啊、我就是坐公共汽车，有人跟我耍流氓。哟，你打他了吗、嗯、没敢、哦、打声的喊了吗？没敢。怎么逢这个事就喊？干嘛？水浒上写着了、嗯、该出手时就出手、哦、人间有好人、嗯、你一喊就人出来帮你忙。哎，那倒是，打那个流氓。对，转天嫂子又上公共汽车了啊，忽围过来40多个呢、嗯、我媳妇怎么那么招流氓啊？这原来的客户啊，去你哪儿就客户啊，咱不懂，这就很臭流氓吧，一帮流氓围过来耍流氓啊。嫂子一琢磨，我喊吧，喊，大声的喊出来，水浒不能白看。对，太爽了。哎呀，别喊了，这谢谢你们。我什么呀，好人们。行了行了，哪有这个呀？就是咱没有研究这个东西。没研究您就喊呐，喊完再说呗。什么呀您这是？这四大名著我最有研究的啊。啊，派西游记，一定说西游记，知道吗？对对对对、啊、这我最熟。哦，西游记，西游记啊。嗯、啊、咱们西游记、哎、没有，就是西游记。最喜欢这书。是吗？人情味很浓。人情虽然说写的是妖魔鬼怪，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人间百态。哦，说的是人。举个例子啊，唐僧和猪八戒很像父子爷俩。哦，这关系。猪八戒又馋又懒，又贪嘴儿，又睡觉、嗯、不说实话。哦，唐僧喜欢他，溺爱，就像一个爸爸似的。是是是。有这么一个章节，不知大伙儿谁注意过啊？怎么写的呢？猪八戒问唐僧啊，师父，他们都说我丑、哦、啊，他们都说我是世上最丑的啊。您跟我说实话，我到底是不是这个世上最丑的？唐僧呢？唐僧眼泪下来了。哦，孩子，我不能说啊，你问问观音菩萨去吧。是是，打菩萨那儿出来，猪八戒兴高采烈，美了。师傅，于谦是谁呀、啊？提我干嘛？